感悟的是，他临逝世前两天，我就突然翻出一封信来。这封信就是沈丽写给我们俩的，说我给你打家里电话，是不是号码记错了？我本来是要过节咱们一起过的，结果你们不在。就是那个时候，2002年，结果把这封信翻出来了，两天后他就走了。